学跳舞，表演者张九南、高九成。谢谢啊，谢谢各位的掌声。刚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相声群口节目，叫做训徒啊，关九海、张秋白还有李九江三位合说了一段啊，下去休息休息。这是倒数第二场啊，又把我们哥俩换上来给您表演。上台一看，观众朋友们满地满座，大伙儿都喜欢听相声，我们也爱听，我们也爱说相声啊。大伙爱说相声，大伙爱说，哎，大伙你别捣乱啊！大伙爱听相声，我们爱说相声。哎，上来都需要做一个自我介绍，都得说一说。有认识的，有不认识的啊。先说我，我姓张，我姓张啊。我们这几天把姓改了啊。我姓张，弓长张，简体的九，南方的南。我叫张鹤，我叫张九南啊。你这个要串背呀？别说出来，介绍完我了啊，介绍一下旁边这位。哦，我呀，这是我的好搭档。哎，我们哥俩从小一起长到大。您拿我师哥来说吧，年长一些，今年是33岁高龄，很快呢即将搬进 ICU 来居住。哪儿我就进 ICU 了？就是什么？再说刚才你没说完呢，介绍这个。介绍什么呀？介绍这个你得问鬼扔啊。鬼扔吗？鬼扔啊！你说完了得说我名字呀。为什么要说你名字呀？这让大伙真够。不能说你的名字。你看啊，刚才三个人演那个节目，演得很优秀，多好啊！底下鸦雀无声。哎，你没有发现说的？大火爆，大火爆！你看这火。啊，可以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这是心疼师弟。传统相声300多段啊，刚才他们仨演的最没意思的一段。您这是挺好的，不能介绍名字。不是，你看气氛，他们演完之后，稍微有些小尴尬。整场的演出，对不对？到李九重那儿就开始往下走，对吧？李九重咔，到这儿，到九海上啪的这样，对吧？他演的时候你来了吗？我看不清。对不对？我们六队的演出一直是到我们队长门儿搁那儿。气氛他们就起来了，哎，就应该是这样的。咱们都属于电厂，那可不嘛。对，就是属于什么叫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什么？就是前面的铺垫。啊，整场演出这些演员加一块儿，抵不过轮哥一大腿。我那腿得多粗吧？什么意思？您抱木一抱，张鹤伦这掌声就不行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笑声啪，对不对？像我们这个掌声的笑声就少一些。这要不自己带着上来，没人拍。你这话有点呛呛起来，知道吗？有人带吗？张小楠拖拉机自己都能开，是吗？你没上班？你这，你别停，停，停！你说停，你说怎么这么停？把钥匙拔出来了，接管。拖拉机有什么钥匙？你怎么有个摇把儿呢？拖拉机还有钥匙？拖拉机是摇把儿吗？我张小楠。没人说，是他在老嘲笑我，我自己带着拖拉机，知道吗？我现在我自己往外一走就拖拉机，你信吗？怎么走啊？踩点儿踩出来的，你是不是？你不什么？你看，也就20%拍。啊，所以介绍完我们，对不对？今天没有什么掌声，万一再介绍完，这么一个不起眼的捧哏演员，对不对？你这拖拉机都不开了，好多观众人都退票了啊，怎么办？气氛？去吗？万一这样呢？要不你就试一试吧。啊，他叫高九成。
那我们也是同类。就我是，不说了不说了啊！介绍名字啊，张九南还有大猩猩。那我们再来说啊，大猩猩。高九成啊，从小都在一起学相声，在一块儿吗？相声演员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基本功。前面这场都是属于说的范围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学来说，范围就比较广了。什么都得说，什么都得能学呀，是吗？什么都得观察，学这方面就是从观察来的，哎，从生活当中来。观察什么？你能学什么？嗯，您对这个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对啊，我这学的比较多，学一个话筒。废物点心了吧？嗯，头一个就死这儿。这玩意儿还真说难住了。You're my brother, 你是我哥哥。哥哥是谁？哎，常去英国。哦，
啊，去过英国吗？没有。你也就在国内一带转，你这时而承德北京翻大对对，拿我来说吧，去英国啊，去享受去，享受，想常去国外都得去，去英国对，去吃去玩，去吃去买，对对，吃什么买什么，吃英国的肉饼那是一绝，对对，英国还有个大的家具城，哎，英国大的家具城在那儿啊，英国的肉饼一绝。你说的是香国吧？英国就不许卖肉饼？英国肉饼还家具，这不就香国的吗？你在国内吃过西餐吗？有。吃过披萨吗？人脉。吃过牛排吗？都吃过。英国就不能吃肉饼了？啊，就英也中国这儿的。哎，不对，英国的菜不是大菜。全是西餐，啊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黑椒牛扒，黑椒牛扒，黑椒牛扒，那牛那都扒着不？没听说过。二道黑椒牛扒，盖饭，盖饭，来米饭。第三道意大利黄焖鸡米饭啊，法国胡塌子，十二寸芝心胡塌子，翻译成北京话叫忽悠，知道吗？跟那叫披萨。底下棒子面的，上面放韭菜叶儿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忽悠给你切，切十二寸的红铁盘，芝心的，形状一样。对对对，荷兰过桥米线，好极了。这是英国，这是英国。你是不是去大寨儿？你去过英国吗？就你这些东西，大寨儿都能吃着吗？英国的饭店跟北京不一样，嗯、对，你说大寨儿那楼几楼，楼挨楼，都挨着，全是人、嗯。有时候你吃个饭还得拿号排队。英国不是，就这么一栋楼是饭店。周围全是绿化，吃饭你看着就舒心，环境好。就我常去那个英国皇家大饭店，大饭店。去哪儿？英国皇家大饭店。你再说一遍。英国皇家大饭店。哦。哎，你这饭店分男女吗？分。门口先是洗手池，左边男的，左边男的，右边女的。哦，你这饭店不错。对，在哪就冲水。我上厕所去了，我是吗？饭店。对对，常去英国皇家大饭店，哎，那个好家伙，周围全是绿化。啊、嗯，小石子路、甬路、甬路、石子路，什么石子？不是普通石子，什么鹅卵石。石子路不都铺着吗？你懂吗？你见过鹅卵石吗？见过。鹅卵石怎么铺路上？都椭圆的。平着铺，英国那竖着铺，竖我从尖头上竖着铺，知道吗？按摩呀，按摩足底呀，港澳两子皇家大饭店，按摩脚，对对，走的时候特咔，走完了强身健体，走到门口，哎，把我惊呆了，怎么着？门口是一个特别豪华的门，门口是一特别豪华的门，这个门特别豪华，在国内没有这儿的门，是吗？没有这儿的门，什么样？咱这，你看你这样，你见过什么门？你见过这双扇门、推拉门、卷帘门？这个门叫四片门。四片门。这什么四片门？好比说，这是一个门轴子。这不是你站出来的吗？门轴子。这儿一片啊，这儿一片，这儿一片，这儿一片。四片门，我们中国叫转门。见过世面，对，这么转啊！看那个眼神，不是这么转啊！这么转这个发动机呢？旋转门啊！进门上二楼门右手边，是这个吃饭的地方。门口那服务员，哦，英国叫侍者，也不是客气，是点头哈腰的，哎。真喜庆，拿正眼瞧瞧吗？嗯，有身份人。呦呦，对对，我是一个土鳖，我是一个土豪。差点现原形。我是一个土豪。哦，哎，土豪，当时不拿正眼瞧的，拿这膀胱一扫，啪一下。土鳖，这哥一身尿。我请你尊重我的人体器官，明白吗？你拿这个早上太不尊重了。我拿早上怎么了？我拿早上的，我的眼睛能滋出尿来是吗？你也能滋出尿来？好不行，你是个侠呀，你是个。膀胱侠，你说是不是？废话，哪有哪？我这能滋出尿来？你说的哪？我这么滋出，我滋出尿来以后，我上厕所我就这样了。还是去粪便去，你拿膀胱扫去？还不都拿膀胱扫去吗？谁告诉你叫膀胱的？这么看，这叫直光。对，这么看，啊，叫膀胱。不对，啊，这么直着看这叫直光，对，两边的这个这叫余光。这岂有个膀胱啊？
狂抛的醉吗？我跟你说啊，那就最后一跑，啪！哎呀，我背着身体一身亮，黄光一扫啊，不是余光，余光一扫，嗯，这就做好了，到这儿点菜，哦，赶紧点菜吧，嗯，对吧？点菜啊，对，点点西菜，哦，西菜啊，云指原味鸡，麦霸汉堡，这是西餐吗？我问你，这是西餐吗？这不快餐吗？这是西式快餐。中式快餐城那黄店大饭店，就大黄大饭店，你点这个徐有炸鸡吗？到徐对不对？我只要没点鱼肉丝盖饭，就不是中式。我有对不对？云指原味鸡一套，哦、对吧？一套麦霸汉堡，嗯、可乐、小薯，多来番茄酱，给我来一辫子蒜，马溜上，行不？点的这些的东西，西餐啊。来一面的蒜，蒜这配套吗？配套，必须得吃蒜，必须得吃蒜，还必须吃啊！就是蒜拿过来吃有规矩有讲究啊！拿首先说剥皮儿，也没有带皮吃，把这皮都剥掉，嗯，放嘴里，嚼完吐了，嚼完别咽，咽辣心。你嚼着干嘛呀？留嘴里这个味道，就要这蒜味。西餐厅嘛、啊，西餐厅，餐厅旁边带着一舞厅。我倒听说过，你听知道吧？有这英国的妙龄女郎在这里边跳舞。哦，平常我没事我也喜欢去跳跳舞。我跳舞跳得好极了。是啊。哎，我跳舞的时候也能看出来，小伙子长得比较精神，嗯、对不对？听不见，然后跳舞。我这跳着舞呢，来英国女的调戏我，对不对？调戏你。先生，我想跟你跳舞，好吗？那得邀请。我不爱跟她跳。啊。英国的女孩的脚丫子都大。个儿高啊，但脚都他们没有那个裹脚的传统，他们都现在国内也不裹脚，他们四八的脚，知道吗？四八的，他们跳两步给我脚丫都踩扁了，知道吗？让传给样，而且我那鞋都是新鞋，知道吗？新我鞋都是新鞋。哦，我踩完了我不高兴，我怎么拒绝他？我怎么说？我这脚六十，我怎么说？我说万一你跳滚，伤人英国姑娘心，对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委婉一些，先生，我想给你跳舞好吗？一会儿又来个先生，我也想给你跳舞好吗？啊！这个死了，知道吗？要死一个。好家伙！哎，便携式生化武器，哎，跳舞跳得好极了。原来新丝路舞蹈大赛第一名。这是个舞蹈大赛。新丝路舞蹈大赛第一名。没听说过这个舞蹈大赛。新丝路舞蹈大赛。这好像是个模特儿吧？对，那跳什么舞啊？舞蹈大赛第一名。你舞跳那么好，我们都一看你跳过呀。哎，这个轻椅子不显露。不来了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哎，我要说就不来了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都不在节奏上自己都玩儿去了，行，可以了，来跳一回啊，跳一个，没法跳，什么呀？没法跳，你说跳舞，我一人跳，我缺点道具啊，什么呀？钢管，对吧？东莞钢管舞大赛头一名，我们不看这个舞蹈，钢管舞怎么上个电视台的，在那转。对对，跟这个似的，转，转，转，跟风车似的。我们不愿意看那个，你就正经八百的跳一个，比较正经八百的，常见的，都俩人跳，俩人，都俩人跳，我一人跳什么舞？对不对？我跟你跳，你会我跟你跳。我跟你跳，我疯了！我跟你跳，我跟你跳，我跟老二百七十斤猪猪跳一曲去。你还猪猪呢？我是那钩。你会跳吗？你再给我甩出去！你再。你说太难的我不会，就比较普通的，你看交警属什么的。那跳一回，那跳一独舞。我还得反串儿，哎，平常我不爱来这活儿，知道吗？那我扮演女的呗。啊，您吃点亏。我一直在吃亏。来，好，区分，还得吃亏的时候。区分。好，包头，没有谁家女孩有我这个发型，你也是。包头就像个女的。
这眼睛显大了。我就看见光明了。啊，哎哎，这女的，来吧，我就这样。啊，不像女的，不像女的是吧？再说玩怎么办啊？像女的，上非得上女的呗，上女的，这儿就挺好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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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红的头巾就往下捋就行了。这儿什么？哎，你这不，那就外面是女的，你也不知道。这不行，你还是看过风云吗？第二幕。说普通话啊。